住手！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累死我了。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就等驴上钩呗。咱们先走吧，啊，走。老实一点，救命啊！放心，这么快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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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脸怎么了？我脸、啊？干嘛呢你们？哎，谭师爷，你要是想到天香楼当头牌，先跟唐大人请个辞也不迟啊。误会，我先走了，有事儿先聊。走吧。哦。站住！以后做事，属下定当谨言慎行，绝不再犯。如有妄动，记过一次；再经发觉，记大过一次；再三有犯，记超级大过一次。太没有诚意了吧？怎么可能啊，大人！字字发自我的肺腑，字字表明我的愧疚之情。我还有事儿，我一会儿再来跟你忏悔啊。回来。如有再犯，记大过一次，罚俸50两，累积3次，撤职。不行，你要是把我撤职了，谁来保护你啊？就你这智商还保护我呢？你只管你自己，根本不管我，我都被卖到天上楼了。你女孩子家家的坐在地上算什么样子？我只想谋一份差事。你能不能别哭了？不能。除非，除非什么？除非你永远不赶我走。你做梦！我怎么这么惨啊！哎，师爷，请您自重啊！大人，郑捕头把人带来了。哦。我太惨了！天哪！你给我把衣服洗了。你接着哭啊！今天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停。我太惨了。走吧，啊。你叫我哭就哭。这么眼熟，是哪个局主推荐的呀？若有局主推荐，何至于到这偏僻小镇？哎，这年头员多却少，周某是个刚正的，不愿意出纳钱财来买官。这官却等了这么多年，也没等着合适的。铜陵这地儿不是没人愿意来吗？这才轮到小的。确实啊，以后就是同僚了。这院子里有很多空房，你去找间向阳的自己住下吧。这倒不急。
这县衙现在的人员名单还有魏姐宗卷在何处啊？周某去做一些文书准备。人员都在这儿了。嗯，就三个人啊。啊，还有个师爷，出门了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都在这儿。